今天也有一个环节，这个环节呢，你们来猜猜是干什么？什么？啊？跳舞的？什么跳舞？跳舞的话还能跳，对不对？其实今天呢，我要帮我的一个好兄弟办一件事情。说起来很有缘分啊，就在去年的今天，也就是2018年的10月20号，当时呢，我们在北展，是不是？那天也是生日演唱会，在那一天呢，发生了一个很奇妙的事情。怎么个奇妙法呢？就是我这个好兄弟啊，他在那儿听我唱歌，我在上面唱的嗨啊，他在下面也挺嗨的。哎，他怎么嗨呢？其实我就把这个麦给他，让他来跟你们聊聊，好不好？相识一周年的，去年的今天，也就是2018年的10月20号，当时我为了我，成为了我这一生最幸运的一天。因为在那一天，许魏洲的生日演唱会上，我认识了你。从此以后，每一个1020，对我来说，对我们来说，都成为了一个意义非凡的日子。此时此刻，我带着非常紧张和忐忑的心情，我要在月老许魏洲和现场这些台中朋友们的现，还有以及未来的老丈人和丈母娘的这个见证下，我要问你一个问题。那就是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嫁给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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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愿意。我把声音拖大了，把礼物送给他们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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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